舒服，得劲儿。你别动，你别动，我换个地方。我这两天啊，起了一屁股飞的，刺挠的很。得亏有你，舒服。我发现你个狗崽子可真会找地方蹭痒啊！这车是你蹭痒的地方吗？你别给我蹭掉漆了！去！这吃啥好吃的呢？喂，铲屎的。你还什么给我来一坨让我尝尝。这吃好吃的都不叫我跟谁学的臭毛病。我跟你说你这有点咸了啊。来起来别吃了。滚呐。不知道你是有钱老婆有钱啊。啊心里还没点数了，家里没点规矩了。我太难了。丫的。死不死。哎呦喂妈。哎呀。快点死，你们死了我好改善伙食。来给我倒点，这跑了一天了怪口渴的。这怎么又是白开水啊？你小子有点不地道啊，下回来弄点茶水啊，这老喝白开水可不行，太淡了，我这嘴里都拉不开缸了。真是一帮自以为是的家伙，以为这些破铁网能困住我吗？就这一套活下来，我大事都不带喘一个的，真是天真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，跟我合影十块了，不要20不要15只要10块了啊。来让，不给钱不要乱摸啊。哎你这老头你给钱了吗你乱摸，你是不是长抽啊你。什么参加婚礼走亲戚这些的，说白了就是来干饭来了。你们看看这个吃饭的氛围，我就跟你这么说吧，就这种情况你要不上去抢，你连口汤都喝不着。来开饭了，吃慢点啊。你慢点，饿死我了！你起开，可臭不要脸了！让孩子先吃，吃吧，儿子，有妈在呢。哎，真是活得不如狗啊！以前都是山珍海味，以后只能吃剩菜剩饭喽。你嘀咕什么？你个碎嘴子！下车吧，老弟，到站了。就是，赶紧下车！我们等半天了都，快点的吧！终点站阎王殿到了，赶紧下车，别耽误我们开饭。如此恶劣的环境，竟然还能结瓜，这个瓜生的伟大。活着憋屈啊，这个摊子是以前酿酒用的，现在成了纯天然的狗窝，这将是一条有历史的狗，20年窖藏老狗，好容易带你出来玩一次，你瞧瞧你一声不吭，精神萎靡，还躺哈喇子，这是晕车了，你说你怎么这么完蛋呢。不跟走，我要买吃的，不给我买不让你走。你要买什么你自己拿吧。那个老板拿根火腿。都20多分钟没给饭吃了，啥时候开饭啊？我们这哥几个饿得都不行了。是啊，饿得都不行了。就是，我饿得都走不动了。最近换了个厨子，伙食是真不错。中午吃的炒菜，晚上听说还要炖牛肉呢。哎呦我去！你个龟孙，吓死你爹了你！现在咱们生活条件都好了，肯德基你们都吃过，必胜客你们肯定也吃过，但是这个必胜鸡你们应该没吃过吧？看得出来今天大哥的饭菜非常的丰盛啊，所谓荤素搭配，色香味俱全，尤其是这个味儿。要啥呀，那你自己都吃。我花钱了，我料谁没花钱呢？我没花呀。行了，那个大姨啊，不是我说你啊，干饭要注意素质啊，人这菜不是给你自己上的，你怎么还护食啊你。你说这颗胡萝卜也真是的，好好的萝卜不当，学人家做什么人参啊，长得个兵马俑似的，害我白高兴一场。暑假开学的第一天就给我们宿舍送了这么大个惊喜，本来我以为这已经很狗血了，直到我取下了我晾在阳台的裤子。哎呦，这鸟也太缺德了吧，这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。给点吃的吧啊大哥。哎呦您别走啊，你可怜可怜我吧啊，我一看您就面善啊，给点吃的。我没吃的。你的包里鼓鼓囊囊的，你肯定有，背这么大个包怎么可能没有吃的，你骗谁呀。这个里面没有，我看看这个啊，出来旅游不带吃的，带这么多卫生纸干什么，你有病啊。别人吃饭你是为了活着，而我活着你就是为了吃饭，就让哪天你撑死我那也是我的福气。阿姨您这是什么操作啊，出来旅游还得带一锅饭啊，我们是把饭当粮食，你这是把饭当零食了。姐妹们马上就要年底了，你们一定要多吃多下蛋，按时按量的完成生产指标，老板说了年底前把业绩搞上去，来年饲料加肉松，加油。我刚才转了一圈，咱们的现场管理的非常不错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很高，我非常的欣慰啊，这马上过年了，我也代表公司表示，你们看我这双秋衣秋裤怎么样，每人发一套当工作服穿。哎，真不是我说你啊，你吃鸡腿咋不叫我，
你小子有点不地道啊！哎，你怎么还吃呢？你给我留点，你给我留点儿。喵子，有点事儿，我想你不用说话，你真的不用给我解释，我愿意相信你。喵子，我把这个小老鼠撒开，你去把它给我抓回来，好不好？去吧。站住！我看你往哪儿跑。把你刚才抓上那条鱼给我交出来，快点的！你不交出来，信不信把你脑瓜子拧下来？嗯，我没跟你开玩笑啊，快点交出来！这还差不多。啊、我去，那有恶犬。我看看 啊就是我，咋了？不像、啊、我发现熊这种动物有时候就特别搞笑，搂着根棍子又是蹭又是扭的，关键动作还特别的妖娆，知道的知道你在蹭脚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跳钢管舞呢。你看，你